你们好，我是 Z9， 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。首先来看两套配件，第一个呢是带了双稳定的配件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单稳定还加了斑点握把皮的配件。你们先告诉我你们的想法，一和二谁更秒一点？众所周知，短剑每一个部位的伤害都不一样，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腹部以上的伤害要高一点。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套配件的秒伤。没错，由于压得太稳，预瞄点都在腹部以下，这就导致了我很多时候就差那么一发就带走敌人了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套配件，这配件呢会有一点后坐力，就会让我们预瞄点提高一点，从而就可以命中腹部以上了，就可以让我们做到秒人更快一点。那么好，我这推理是否正确呢？那么好，这里呢咱们也是请来了新赛季的榜一啊，来和我们进行一v一 solo， 我和他呢也是 solo 了两局啊。第一把呢是 solo 狙，也是插了两个头就赢了啊。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局 solo， 没错，第二局呢我们就 solo 短剑了。说实话，这两套配件都是非常强的，只不过有些人压枪稳，有些人压枪不稳，如果你压不住就用第一套配件，如果你压得住呢就用第二套配件，好吧。那么好，接下来为了证明我的推理是否正确呢，我们将进行全程录制，希望大家能耐心观看。
面试成功拿下了胜利啊！出去后呢，他也是什么都没说啊。Spicy meat, yeah, boy.